老人正漫步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步道，可以看到两旁的枫树是渐渐的换上红色新衣。因为时序进入冬天，正是枫叶由黄转为红色的季节。园区内包含了像是青枫以及台湾红栅枫等枫树都接力的变色，不过整体变色程度相差很多，像是部分枫树的枫叶已经提早变色，掉落在地面变成了红地毯，不过有些却还没有完全转红，也呈现一片黄橘红交错的美景，让生态摄影师的快门是按个不停。先来听段稍早访问。那个今年的枫叶呢，因为冷度够，所以在阿里山公路哈，90K 到 96K 呢，都可以看到三角枫、青枫，还有台湾红栅树。那以青枫哈比较漂亮，因为有时逆光摄影呢，感觉它那个光影呢特别美丽。一般就是从现在哈12月初呢到月底呢这一段呢，都可以去欣赏。开心鸟摄影师提醒民众，想要一睹枫红美景，可得把握年底的最佳时机。另外，从不同的角度观赏，视野上的感觉也是差很多，建议民众可以换一个角度欣赏。而另外呢，阿里山云海也是很壮观，想同时一睹云海的美景，可千万别错过。那么以上就是院长最新状况，神镜头交很棚内。